因应国内疫情紧急，全国各级学校对五月十九起时，都用延期的教学一直都并住假。然后疫情又卡得的，云林县有学校判呢出期扬水，而小朋友没用电脑、手机耶，许多学校同安多同学的见面，没得好书本以外的新知识。小朋友提 Q Pop 在教练的指导下，练习做 Q 的拱手起口。另外，学校嘛安排数年夏令营，不脱一张腿，科技提升眼电，在后生不让的匆匆的暑假期间，好习去掉毛坑肉的物件。前一阵子在线上上课一两个月都没有见到同学，然后来这里就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。那我们在这五天四夜里面当中，我们安排了有跳舞。那有唱诗歌，那么还有双语的绘画，那还有手作的部分。啊，学校有编吼，舞台戏，啊嘛有编讲英语，啊个有电脑，吼，啊嘛打 Q， 啊头搭小组吼，不使如何好，行行爽爽的。除了龙背骨小之外，龙背乡的江面骨小嘛偏历史气可好将，由分林科技大学的和声社团、土梁小偏就行的三家团共话通，对和声的信心不仍的平均发展。云林县已经停课至今大概两个多月了哈，那孩子在这段期间大部分都是在家自学哈，所以在整个疫情稍微趋缓的时候呢，孩子回到学校，那也看到同学，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高兴的哈。好好讲，去年暑假入门的千金改，暑期让退化通拢中暂歇，让向小朋友好习地实谈技能。另外，一千就卡办，好好安排丰富的暑期课程，得好生每人的整个好好快乐学习。记者李新龙分享报道。